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次的晃荡宠物视频。接下来打开我们的 BGM。说上一个，来，小伙伴大家好。这次有请到了妹妹一起和我一起开箱，这次是给妹妹买的一只两只仓鼠吧。漏东西，盒子漏了，我们直接开箱吧。漏了好多的木屑呀，这里。挖开多少有多少。这就是我们的要的仓鼠了。哎呀，漏的好厉害呀！蚂蚁蛋呢？这是粮食吗？也是。这是什么呀？我靠！还有发票。盒子里也没什么了。这就是仓鼠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吧。哎，有点脏了，不是有点脏，木屑。这盒子好像不是用来养仓鼠的。有个大点的东西吗？电话先不接。打开它看一下吧。好了。去人家那儿。上手，拿手，把手拿过来。就是给小伙伴们看看。身上给我吧，身上还是有很多的木屑，我们先把它给放下来吧。然后再是另一只。这里的话就是有些饲料了。你看着我家没什么，你看手机电池，好的呢，是吧是吧？我去的，危险品，很下鼠啊，这是？不是，仓鼠啊？很下鼠啊？哪是很下鼠？仓鼠和很下鼠是不一个东西啊？很下鼠？不是，绝对不是啊！你就光说这个很下鼠了，这事儿不能讲。很下鼠这是，有人这么做？哎呀，很下鼠和仓鼠不是一个东西啊？不是的。品种是紫仓啊，哎呀，你不信？这个咱俩放了一块啊。这是咱的主角。哎，我那数据装备的结果怎么样？咋的？感觉你还经历两次。俺没得输啊。不晓得今天经历两次。你疯了。猴子的。你是紫仓，不是猴子。猴子是猴子，紫仓是紫仓。